所以呢，我们大家呢可以呢一起呢来讨论一下，思考一下这里的问题。刚才呢，我们这棺木里面啊，就是说它里面呢放的是什么人，到底怎样的人呢才能够享受到这么高的待遇？那这棺木呢又是怎样子葬上这高雅绝壁之上的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子葬？在我们的历史上啊，都是没有记载的，所以呢，至今呢也还是一个千古之谜。我们龙虎山管委会呢，为了这个千古之谜呢，悬赏了40万元的悬赏金。 所以说呢，我们大家呢，今天呢一起呢来讨论一下啊，看一下呢，今天呢在座的各位谁这么有幸啊，是这个40万元的得主呢？那在这里呢，为了初步的。